公元1405年，明永乐帝朱棣下旨，命令足智多谋、骁勇善战的郑和，率领宝船60艘，随行水手、士兵、技术人员、医生和翻译，共27000多人，开启了第一次下西洋的探索之旅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在这段伟大的航程之中，还有着这样的一群男人，他们天赋异禀，拥有特殊的身份和神秘的力量，他们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，他们就是未被史料记载的传说中的星星的主人。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他们的命运因为一场史料未及的战争而彻底改变了。就知道会这样，在这条破船上，所有星星的主人都在这儿。我告诉你们，咱都别冲动啊，咱们都是星星的主人啊，有话好好商量，行不行？哼，肯定有什么神奇力量把我们这些星星的主人们聚集在这里。有点意思，不过这也不坏。如果我搜集到了所有的星星的话，一定会对我友好。我呢，只是为了行星而来，咋子嘛？咋子嘛？为啥子那样对我们呢？既然星星的主人都已经凑齐了，就让我们一决胜负吧！我们来，我来，怎么来？这么粗的刀就要我来了！你去吧，赶紧走！